陈部长声音出战北市苏贞昌日前一句爬楼梯咬一步一步小心跌倒被解读酸的是陈时中，继爬楼梯说后，两人首度同框，穿一样的健保署T恤出席健保25周年活动，合力敲破冰砖，打破尴尬。陈部长是我们会做事的团队一员。 相信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是大热门。被问到愿不愿意批战袍，阿中部长说了三件后，再松口要先挺过。听到苏贞昌当面称赞，戴着口罩还是看得出满脸笑容。你唱得如何啊？我很羡慕呢，人家就不来邀我嘞。你看，你看他的声音跟这个表情，实在有点被政治误掉的歌手。几天？哦，你好，昨天晚上唱到的声音都。 沙哑了。邓小巨蛋演唱，院长也给评价，两人镜头前互动热络，但细数过去政策旗舰，从一财天花板到健保调整，凡是苏贞昌一声令下，陈时中想做也得踩刹车。目前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明年的支出的目标都还没有谈好，所以现在来谈收入面就有一点言之过早。面对院长次次夸奖，但陈时中无奈的是，想要改革提出的想法却都被卡了又卡，从健保到来住，只能一件一件靠自己拔。记者陈坚、魏文轩、SNG小组台北报道。